道场中有放生的猪、狗、鱼等动物，请问是否可拿道场的食物去喂养？会不会令他们犯偷盗、设防、常住物之戒？你拿这个东西去喂养它，它不犯。啊，谁犯呢？拿东西喂他的那个人犯。如果拿东西喂他那个人向常住说清楚了，常住同意了，他就都不犯了。哎，所以常住屋，你比如主管的这些东西的这些物品的啊，都是建院。当家师，啊，当家师同意了，就没有问题，啊，那就不犯，啊，哼。